知道，婉珍现在遇到的危机，让你只能选择舍弃我，我都能理解。但是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啊。只要你不要放弃我，不要不要我。一句都不信，我知道你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石脸僧了。你会在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保护我，会带着小生一起打游戏，会包容我妈的缺点。我真的不想放弃，所以你能不能也不要就这样轻易的让我走出你的世界？有多难，只要你说，我什么都愿意去做。石脸僧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出来好不好？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什么都不懂，只会给你添麻烦的女人。现在真的很能干，我还收到了美洲学校的通知。